请问师傅，正常人灵性上升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正常人灵性上升嘛，就是发呆呀。发呆。啊，一个师傅，有的人打哈欠也会的呀。打哈欠之后要看眼睛发直啊，发呆呀。哦。然后盯着你看，脑子就有问题的。盯着你。一个人如果盯着你看，脑子有问题的，嗯。有问题，那是否除了缺钙，就把这个缺钙的原因抛除在外，如果抽筋的话，这就是灵性上升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这样理解？缺钙，他抽筋也是缺钙呀，他就是灵性上升让你抽筋的话，已经本身缺钙也在里面的呀，并不矛盾的呀。哦、也在里面。从肉体上来讲，你是缺钙啦，晚上着凉啦，小腿抽筋啦，就是说明你的脚板这个地方血脉不和啦，这些是肉体上的。那么你从灵体上来讲，他只要鬼上你身，他就让你腿就抽筋了呀。哦，